本所今日上午11时许获报明治路三段与公专路口有大量油渍，导致骑士滑倒摔车。经到场了解，为小货车装载之润滑油倾倒，导致油渍泄漏，造成四名骑士路过滑倒摔车，所幸皆轻微擦伤，并无大碍。五名驾驶亦无酒驾情事，警方也立即通报清洁队到场清除油渍，并指挥交通。警方呼吁驾驶人，车辆装载货物应确实捆绑牢靠，避免装载物品掉落倾倒，影响交通顺畅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。